平川说炼境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CAS 大神大战职业选手的非主流对抗。前场平川刚刚结束，他四分钟搞定了韩国顶尖的兽族福克斯。那这一次呢，他又遇见了一个职业选手。好，开局的话啊，直接三个小士绅加一条小狗冲对方的家里，这打的也太奔放了吧。好，他的对手呢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，红色的亡灵 ID 叫 Desert 的 Fox 啊，沙漠狐狸，这就是韩国顶尖的暗夜选手 Lolita 啊，也是整活之王。这一次 Lolita 选择用亡灵来整活，哎，开局的话，亡灵选择是一个慢蜘蛛流英雄出来会比较晚，但是 CAS 大神之前应该是跟 Lolita 交手过啊，知道你这个战术有漏洞，上来直接搏命一波。三个小士绅加上一条小狗，劳鲁特表示，呵，还有这样的整活方法，看看，上来第一时间先把你的祭坛给打断，那就是不让你英雄出来，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通灵塔给打掉。对于亡灵来说，通灵塔至关重要，一方面它是人口，另外一方面的话，到后面可以升个冰塔啊，冰塔一升，防家防得会很爽。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劳鲁特把对方一个小农民给干掉，但是依然不能把自己的通灵塔给造起来。好，通灵塔造不起来，这意味着即便你黑暗祭坛好了，英雄也出不来，怎么办？现在劳里特很尴尬，主要是现在木头也缺了啊，你想造都没有资源了。好，小狗呢就一边要打架一边要采资源，那现在劳里特是尴尬，人口出不来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CAS 大神是自己通灵塔好了，人口有了，然后补个祭坛，这意味着 CAS 大神的英雄出来的会比较早一点。哇，这一局洛丽特感觉也要被 CAS 大神给打掉啊，这专职打韩国顶尖职业选手啊。好，这一波的话，洛丽特现在家里的木头有点缺啊，那要不直接草个大墓地吧，大墓地也是人口，那但是就是守家守的比较弱。好，有木头了，放个通灵塔，嘿，我们两个就盯你这个通灵塔，看看这里能不能拆掉。好，再放个大墓地，大墓地要是能好就是有人口了，那现在祭坛造好了，但是没有人口，英雄出不来。好，哎，这里小狗没有继续去拆这个通灵塔，要不好，这边的话 CAS 大神首发的是火焰领主，火焰领主一来，那接下来啊，你没有英雄，我有英雄，这怎么玩？这里小狗又过来，小士绅也杀了回来。好，这个通灵塔好像还是起不来，通灵塔要是能好啊，升个冰塔防守还是比较好防的，但可惜对方就是针对你这个通灵塔，通灵塔起不来。好，火魔找个小火人，这小火人输出一定的次数，它可以各种分裂。完了完了，劳雷特的话，这叫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哇，劳雷特整活整了那么多，哎，没想到也被别人给整了。好，那有小火人在这里确实不太好打，看看劳里特的话，好，大墓地快好了啊，造了三分之二。那大墓地好了之后，意味着可以选择一个中立英雄出来。那这个时候，对方的火魔已经是1.4级了啊，快1.5级了。哎，全家老小拉出来战斗。来来来，小火人先把这个小火人给干掉。你不打他，等一下他各种分裂。好，你打我小火人的时候，我表示我跑。然后大哥在这里一直输出，一直输出，怎么办？劳里特的话，家里的话已经很久没有采木头了。然后哇，小士绅也各种忙啊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采钱。好，大墓地终于好了，劳里特有人口了，有人口了，赶紧出兵，赶紧出兵，不出兵的话那也赶紧出英雄，小狗再补一个，小士绅要赶紧跑了，家里有点待不下去，小伙人再一次分裂，完了完了，劳里特这一波感觉要被对方给拱下去了，小士绅千里大逃亡，家里呢继续补农民。好，劳里特也选择火魔，劳里特心想，我现在跟对方正常打肯定打不过，我是职业选手，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操作啊，把这个局势给扳回来啊，也是招个小火人，但是对手家里有通灵塔，冰塔一升，你火魔接下来发挥的空间就少了啊，对手的英雄回来防家，而且这个火魔还买了鞋，买了贵族头环，装备明显比你更好。这一波的话，看看劳里特英雄能不能跑，拆一波还是打资源啊，杀对方的小狗，让对方的木头没那么多。哎，搞不过了，搞不过了。好，这里追杀对方的一个小狗。那另外一边，这里也是打得昏天暗地啊，小火人各种杀你的农民。这里火魔杀了个鬼马枪。CAS 大神家里的冰塔好了，那冰塔好了，要不要手动点一下？好，手动点一下火魔，火魔要么叫回声，要么就跑不了。好，劳里特英雄倒下，对方火魔升到了二级。现在双方这个资源差距巨大，英雄等级差距也巨大。劳里特的话复活一级英雄，
但是家里还是没有冰塔，对方火魔一来，这个家就撑不住了呀。两个小狗过来，哎呀，这个小蛇神要被干掉。另外一边的话，老李头用自己的操作啊，小火人在对手家里也是整了很久很久。这就是职业选手的一个操作优势，奈何啊，对方的战术太针对老李头了。好，老李头三个小火人差不多发挥的时间也到了，自己的火魔再一次啊复活成功，复活成功，来守一波家，守一波家，把对方的小狗给处理一下。但是由于家里没有冰塔，不太好留人，对方说我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一走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凯斯大神在家里处理了很久啊，这几个小伙人各种分裂，不得不说职业选手确实多线操作还是非常给力。好，三级火魔大战一级火魔，那即便你是职业选手你也翻不过来了。劳瑞特打出寂静，我们恭喜 CAS 凯斯大神再一次掀翻了韩国的顶尖职业选手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